台中市表演艺术上高的这个相关的荣誉，就是第十届台中市表演艺术的金艺奖。这个刚在市政府举办这个颁奖典礼，由台湾永琴乐团得到这个公荣。另外，市政府也颁奖予今年入选台中市杰出演艺团队的十二组的团队，肯定这个得奖的团队对艺术的付出和打拼。舞者穿白色的衫，代表在艺术道路上不断做梦、完成创作。副市长也公布第十届台中市表演艺术金艺奖的得主，是台湾扬琴乐团得到奖。台湾扬琴乐团，恭喜台湾扬琴乐团！今年有九组的这个团队跟个人来参选，那么都是非常杰出、非常优秀的。这条四季环舞是台湾民谣四季风所改编的。团长表示，这摆得到奖了后，未来嘛要透过音乐力量发扬在地文化，嘛要让世界看到台湾传统艺术的亮点。我们可以跨足中越，可以跨足到西方世界各地的音乐，我们可以把世界的文化集中在这边，然后用台湾的方式来做个演绎。今年嘛颁奖给台中市杰出演艺团队十二组，肯定因对艺术的付出，期待因会使继续展现出台中的艺术活力。